有一個片段，希望大家就捧下場，這個收入扣除開支，我們就會做普羅政治學院的經費。講起普羅政治學院，我們已經註冊登記成為一間有限公司，全名英文叫做Proletariat Political Institute，這個就是英文的名字，PPI，OK。 現在就徵求老友幫我們整個logo，中文名叫普羅政治學院，院字就是草花頭的院，我們不想現在用一般學院的院，免得他要我用教育則例登記，這是將來遲些的事，我先註冊了一條家有限公司，你可以正常運載申請銀行戶口，這樣就行政上容易管理，我們先開一個特別班，就是7月24日到9月 20多號的，總共8個星期，這個班就叫地方選舉研習班，就8個星期的課程， 就每個星期六的晚上8點至10點2個小時， 即是總共上16個小時課， 有證書法的，那個attendance一定是要超過75%， 如果你不超過75%， 下次開班你報名就沒有你份的， 因為你這個一定是要有個要求的， 要不然那些人說喜歡來聽，不喜歡來聽， 那怎麼搞呢？ 那我們都收費， 但收很少錢， 一堂就收500元，這500元是用來出交通費，給公司交通費都未夠的，但是象徵式我們都要收回錢， 讓你有個所謂discipline， 我給了五塊水上8堂，我照脫一堂都不夠100元，我們要數計一下，我們要幾十元，那你給了錢，但是如果你是社民的會員，如果是學生， 或者覺得給這個錢有點困難的，我們就另議，OK，即是可以申請豁免的，我們因為估計會有很多人，所以我們都會有篩選。